喉嚨嗰個貨已經變齊，不如今晚動手啦。阿陳，阿陳咩情況？切咗腸，切咗腸。收到，下體一切正常。我哋班兄弟已经半年冇食过大茶饭，仲等咩啊？食粥食饭就系你今晚。仲炒啊！平街来啊！系啊，平街有咩好惊啊？你等下啊，你等等啦吓。